昨天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国防部高级部长纳杜斯里希沙穆丁已经前往端姑米赞武装部队医院接受隔离治疗和监测，但是他表示本身的状态良好。希沙穆丁今早发文告指出，他是为了确保身体的健康状况处于安全和令人满意的状态，所以接受建议入院隔离和监测。希沙也透露，他在确诊之后按照卫生部颁布的规定自我隔离，这段期间他收到很多的问候和祈祷信息，他对此表示感激。